阳光下的呼吸空气跳进睡眠步，每天都要送你小礼物，抓紧我的手带你飞到 Hollywood， 让你生活变得 pretty cool， 准备好去兜风，快点坐进我的 group， 车上放着 higher in the room， 就像每天早晨的咖啡 I need you， 该如何形容你 so beautiful， Can you stop me， Can you stop me，无法控制心跳频率 I don't know what your name， Can you tell me baby， Can you tell me， 你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 How to say So beautiful， yeah, yeah. So beautiful， beautiful， so beautiful， yeah. 重点开始。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雅雅。各位漂亮姊妹漂亮宝贝们，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节目开始之前，怎么变成节目了今天？好了，在视频开始之前呢，大家记得要一键三连，多评论，多弹幕，多投币，多转发，多收藏，还有关注我，谢谢。今天这一期的视频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回顾一下，回顾一下什么？回顾一下我从小到大的一些照片啦。然后我今天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布景很特别呢？我没有在我家，我不可能睡这么短的一个床了，因为我很长，你知道吧？我很长。有听到那个背景音没有？有听到没有？来，我们欢迎一下他，来进来，有请我们的水和奶奶，衣服穿好哦，水和奶奶来啦。Hello everybody， this is 奶奶，很开心来到雅雅姐的节目，有点紧张了，然后雅雅姐让我包很紧的，你们想不想看呀？我害怕。进来看一下姐姐的小时候照片。对，这张照片呢就是江江这里这张照片。Oh my god， 好可爱，怎么样？甜甜美，好像杨幂。你们觉得这张照片如何？有点像杨幂的感觉。来，弹幕给我打上。觉得这张照片如何？这张照片是有故事的，这个故事说起来是蛮凄惨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众所周知嘛，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跨性别，所以我是出生的时候我是一个男孩子，然后后面呢，因为我的心理认知一直都是女生，所以我就在2015年的时候去做了那个变性手术，所以现在我是女生，然后我的身份证上面也是合法的，写的是女性。这张照片呢是1992或1993时候拍的吧，那个时候我是刚学会那个用筷子吃饭夹东西，对，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的兴奋，因为小时候小朋友小嘛，所以吃东西肯定会难免弄得桌上乱七八糟，什么都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他就对我开始第一次的家暴，就会拿那个筷子那样打我，就我如果说吃饭弄得脏了，他就直接拿筷子就那样呛，好好吃，好好吃。那你打断了我们父女的关系，你打断了我们父女的恩情，你会后悔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流露出我那种小女孩的那种性格了，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我流露出那种小女孩的性格吧，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家里人会有点不接受，所以这个阶段开始就是属于那种我很可爱，但是我是属于那种爸爸不疼奶奶爷爷不爱的那种状态，想说这么可爱的小朋友你要疼惜他还来不及，怎么可以去虐待他，是不是多可爱的一个 baby 呀、啊、Oh my god， 甜甜的，对啊，好甜啊，我都爱我自己好不好，我都好想回过头去抱一抱我自己哦，好想抱抱小时候的自己。这张呢是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应该是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张，我穿的是那种皮衣，然后再加上一个裤子，那种就很帅的感觉，有没有？是，对，但恰恰我是最不喜欢这种风格的，这是我妈妈就是过年时候给我买了一套衣服，对，她是很希望把我打扮得很洋气，然后很可爱，很勾追粗鄙的那种小朋友小男孩，但是因为我是个女生嘛，我不喜欢这种打扮，所以你们能够看得出那个我穿的这身衣服，但是我脸上的笑容是僵住的，对，基本上是没有的，是在强颜欢笑，因为老娘我想穿裙子，我想玩芭比娃娃，你不要给我穿这件东西。我当时一样，我当时感觉也是这样的，我妈就带我拍了照，让我抱着冰球、实际上我想抱着娃娃。对，就是我们小跨性别小时候都会因为自己心理认知的这方面而跟家长会有一些拉扯，就是我妈妈她觉得说小男生嘛肯定是要穿这样子的，但是我那时候就想穿裙子玩娃娃，所以我会拍照就是这么不快的一个原因。然后我记得我幼儿园的时候嘛，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是很喜欢在班上去做手工啊什么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做手工就是缝那个沙包，我得了班里面第一名，然后老师都说哦，一个小男生缝的比班里面的女生还好哦，所以我拿回家给我妈妈看，我妈妈就说哇缝的这么好，连我表姐都说天哪，她如果是女孩子的就好了，可惜了，细腻了，所以是真的是所有的一切的迹象在小的时候就能够看得出的，所以这是我幼儿园的一张照片，来接下来是这一张。哇哦，那时候姐姐的脸型就很好看，关节有吗？有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时候我穿的更可怕？是很可怕，让就是看起来自身很讨厌这身衣服的样子。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期是我最痛恨我自己的时期了。你可以模仿一下这个表情吗？我学一下，就很厌烦。不要笑。对，就是这种感觉。那个时段，我记得应该是小学，应该是5、6年级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对我来讲是人生当中受到了第一次校园的霸凌啊。对，为什么会校园霸凌？因为你要想说，
五六年级的时候刚好是小学生们同学们刚好启发到你性的智慧性认知的那个阶段，所以大家都已经有性启蒙，已经有性认知了，会觉得说哦，女生跟男生的区别，然后女生跟男生应该是有固有的一个样子，是的，而我是处于那种跨性别的那种身份跟认知，所以我会表现出我阴柔跟女性的那方面，所以就导致了我成为班上大家欺负的对象，会被骂，对，娘娘腔啊，对对对对，这些我也都被骂过。You see，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会被同学骂，我没有骂娘娘腔，我是被同学骂是太监啊、人妖啊、不男不女啊这些词汇在我身上。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年纪小，所以不懂得反抗，就只会哭，每天会哭。然后再加上我的同学们，他们会对我做一些很过分的事情，就是撕掉我的课本啊，或者说在我的桌上面画一些东西，或者说把我的椅子藏起来。那你那时候跟女生玩的好吗？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我从小跟女生玩的好，就是那个阶段是没有朋友的一个阶段，因为大家都会小嘛，不懂事，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谣言，就是说，于心，我那个时候名字叫于心，于心他有艾滋病，大家不要碰他，一碰到他就会被传染，会死人。Oh my god！ 对，所以基本上没有一个同学会想要去跟我做朋友了。怎么会这么恶毒？那么小就好。但是那个时候啊，所以大家都不懂啊，大家不懂事啊，所以必须要原谅。可是我小的时候，就跟女生跟我玩的女生都挺善良的，然后我觉得我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性别概念嘛，然后女孩子特别跟我一起玩。但是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我是没有朋友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后面我实在是被欺负啊，被霸凌的太过了，所以我后面我就向我的老师求救了。我就很幸运，那个时期我遇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他是教数学的，是我们的班主任，然后他姓邱，然后邱老师我就去告诉他，我说老师那个我好痛苦啊，他说怎么了？我说班里面的同学们都欺负我，为什么会去找他？就是因为一个同学来霸凌我，然后我反抗了。然后我打了那个同学，然后那个同学就跑去跟老师恶人先告状，就说我打他，然后老师问他说什么原因，他说没有任何原因，所以老师把我叫过去问话的时候问我说为什么要跟他打架，你把他打这么重可以吗？然后因为我是狠狠的就甩了他一巴掌那种，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是被他激怒到的，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就是一直走到我旁边过去，然后就扔我的东西，就说我有病啊，我有病毒，有艾滋啊，这些东西要拿去烧干嘛的，然后擦我的椅子什么，我真是气到不行了，而且到最后面他是直接把我的书包给扔到楼下去了，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过去一下子把他的脸这样打了他一巴，所以他就哭了，一个男生他哭了，然后他就跑去恶人先告状去跟老师讲，然后老师就问我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后面我就跟老师解释说哦，是因为他们霸凌我，他们说我是人妖啊，嘲笑我的性别特质这样子，然后老师听了之后，老师就很生气，然后老师就开了一个班集体大会，然后就跟大家讲说以后不能够欺负于心，你们谁欺负他我只要知道，我每一个都会记过，然后会叫你们的家长来学校，我要一个一个通报批评你们，你们谁敢动于心就等于是动我，所以不能够再欺负他，然后他就跟我讲于心以后谁欺负你直接到我办公室跟我讲，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就很好过了，所以我有一年的一个学期六年级嘛，那个学期整整一个学期都没有人会欺负我，大家都待我如平常的同学这样子，所以过后这个老师他做了一个很温暖的事情，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于心我要跟你讲，就是人生的路很长，你要走的路还很长，老师希望你能够开心快乐，然后不要去在乎别人说什么，你要相信你自己永远是最好的，因为老师看到的你是最好的，老师希望你会有一个开心的未来，所以你要不要管别人说你什么，你没有任何的病，你是健康优秀的小孩。他说对，老师那个时候跟我讲说，虽然现在我跟你讲的这番话你未必你会理解什么原因，但是我想你长大以后你回过头来想，回过头来看，你会知道老师的苦心的。所以当初我听了之后我是觉得说OK， 但是我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是觉得天哪，老师真的有发现我跟其他小孩不一样，而且他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去关怀我，所以真的好的老师会帮助我们很多很多的，所以我在这里由衷的感谢邱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视频，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但是对于当初你的一份善意，我想跟你讲说谢谢，谢谢邱老师，希望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邱老师来，所以呢就会有了接下来的这一张照片，你们看，对，这一张就是我毕业时候小学毕业要升初中时候拍的这一张照片，对，这个时候就简直就是 Oh my god， 就头发在留长就美爆啦，真的是美爆啦，所以你们看丫丫是从小漂亮到大的，我就只需要去割个双眼皮而已，其他我都没有做，你看就是这么漂亮，甚至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小时候比我现在还好看，有没有发现？如果同意的请打一，来弹幕请给我上，真的我妈都说我越长越歪，但是呢你们看虽然说我很好看，但是有没有发现在这一个纯真的一个外表下面，却我的嘴角却隐含着微微的透露出一丝苦涩跟不开心的感觉，为什么？因为这个阶段呢，我是经历了一个除了校园霸凌之外，也经历了一个家庭的一个霸凌，就是我爸爸他会家暴我。他为什么会家暴我？就是因为第一个我是跨性别的缘故，因为他想要一个他所谓的儿子，对，然后一个正常的他所谓的正常的男孩子一个状态，但是我呢是一个跨性别，我很女性化，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他本身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他家暴我就是因为他喜欢家暴，他不仅会家暴我，他也会家暴我妈，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过的是可以说是很黑暗的一段日子，我甚至被他家暴到那种就是心里已经扭曲到，我妈妈她跟我讲，她说我会把我家的狗狗跟我家的猫咪，就我会拿猫咪从二楼直接扔下去看他会不会死，
然后我妈问我说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回答说因为我要看猫咪会不会死，如果猫咪会死的话我也要从这里跳下去。然后她问我说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不想让爸爸再继续打我了。然后我会被我爸家暴到，就是他家暴我，他打我，我很生气，但是我又没有任何的渠道能够去发泄。然后我要怎么发泄我的怒气呢？我会拿那个开水，烧得滚滚的开水，直接去泼我们家的小狗，泼到他那个后背被烫伤，然后已经长不出毛来了。然后我妈就问我说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说因为爸爸打我，他一直打我，我很生气，我要欺负狗狗我心里才能够平衡。就是我的心态已经扭曲到这种状态。你要想说我这么热爱跟这么喜欢小动物的人，我居然会对小动物做出这样子惨无人道的事情，你就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是有多么扭曲。所以我还好我妈妈跟他离婚，然后我们分开了，要不然可能今天你们就看不到我了，可能今天 maybe 我会成长成一个变态杀人犯，变态杀手，真的是有可能的。所以家暴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希望说世界上所有的小朋友都不应该也不要经历家暴，因为真的会对我们儿童的身心摧残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一直以来会有一些人来问我说我身为一个跨性别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受到家暴，然后被父亲打骂，然后没有得到父亲的爱，所以我才成为一个跨性别。其实不是的，因为我有意识以来我就认为我是个女生，跟我父亲家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不要再有那种谬论，就说啊我是被我父亲打骂然后才变成跨性别，其实不是我去选择成为一个跨性别，而是我本来就生来如此，我就是一个跨性别。所以啊，家暴不会让我成为一个跨性别，但是家暴史会让我有梦魇，让我睡得不安稳，让我没有安全感，让我在面对大家起争执大家打闹的时候会害怕，会对男生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就会很害怕人家会来重新来施暴于我。所以我成为一个跨性别跟我父亲的家暴其实没有关系的，大家不要去怪他 OK。 然后同时也不要去怪那些小时候我的同学们对我的一些霸凌或干嘛，因为那个阶段他们也小也不懂。所以我希望你们从我身上学会一点，就是原谅他人。其实你原谅他人也就是原谅你自己，你原谅了过去，放开了过去，你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未来跟拥抱更好的自己。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然后这一个单元这一期的节目就是到这里要结束了。是的，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幼儿时期的照片分享，还有很多的，例如初中时期啊，高中时期啊，大学时期啊，就业时期啊，做完手术时期啊，以及去选美的时期，还有留在泰国那边工作时期的照片的分享。所以想看的话记得一键三连，数据给我做好滚开。然后这一期视频记得如果赞没有过2000的话我不录这个单元了。照片分享这个单元从此跟大家再见了。所以你们喜欢这个单元吗？喜欢的话请弹幕打上去。还想看下面的那个单元吗？想看的话请弹幕打上来，让我知道你们有多渴望有多想 OK。 好的，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各位 see you。 来奶奶拜拜拜拜。